精致女孩150秒年终大扫清。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精致小姐姐不上班的八小时，到底在干嘛？Come on and dance, everybody watch your movement. In the meantime, tap tap, the shoes are new. Tap tap, and clap and clap. Everybody watch your movement. Play the summer song. Non ci fonti, ma la la la. Oh.精致女生约会前一晚到底做了哪些准备？一到泡澡水，二选个好看的杯子，三做杯水点西瓜杯，四点个炫酷香薰，五丢球球，六看猪八戒划船，七泡出了蜡笔小新，八泡澡看动画，九上床，十四到十五刷洗脸，
十一玩弄手掌肥皂，十二头皮磨砂膏，十三护发素，十四吸水泡，十五洗洗我的眼珠珠，十六打开黑，十七修修眉毛，十八清洁耳朵，十九二十正推心，二十正肝脾，二十二给雨天做个梦，二十三脱个唇膜，二十四热敷，二十五涂抹面膜，二十六敷个唇膜，二十七敷上颈，二十八洗衣服，二十九加洗衣小量，三十洗内内，三十洗脸敷放大水，三十二卸掉面膜，三十三测试牙菌斑，三十四戴扩能器，三十五用洁牙膏，三十六冲牙去工厂扎针，三十七准备吃饭，三十八舌头清洁，三十九蓝光美牙，四十四口水不断嘴巴练习，四十一回房间，四十二用蓝光鼻子，四十三老人式吹头，四十四氧化液，四十五头皮按摩梳，四十六身体乳，四十七身体刷，四十八防盗刺精油，四十九漫画手养全剧，五十自动修剪指甲，五十一打开加湿器，五十二戴上手肘护理套，五十三脚部护理袜，五十四眼罩，搞定睡觉晚安。精致女生一个人开车到底有多爽？打开手套箱，Are you really mine or are you someone else's missus? This feels way too good to